新生儿泪囊炎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见的，那么往往见于，刚出生的儿童，它会引起眼部分泌物的多，流泪。在治疗上呢，那么一定要关注。有些家长呢，那么对这种孩子的这种表现呢，关注度不够，所以说呢，等关注了以后，那么治疗可能就有点晚。治疗呢方法有这么几种，第一个，那么就是进行抗菌素的点眼；第二个，那么就是泪囊区的这种按摩。那么这种按摩呢，方法非常的重要，主要呢是按住那么泪囊部，从上往下，那么适度的用力进行按摩，那么一天呢要按摩上3到4次，那么每次呢按摩上5到10分钟，这样呢有一部分患儿可以那么达到治愈的目的。如果说通过有效的按摩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，那么呢也可以进行泪道的进行探通，那么这种探通呢，